梁晓球两块球，打击的是第六棒的郑兆航，现在是一三的有跑者。这个球拉回来，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穿越，又是一记安打出现。三上跑者呢回到本垒得分，一垒上跑者先绕过二垒之后也上到了三垒，郑兆航也上到了二垒。这局一大犀牛队的攻势呢相当的凶猛哦，不管是左投手邱俊伟呢，或是接替上来的卢少宇呢，都挡不住哦一大犀牛队猛烈的攻击。对。郑兆航左半边方向的安打呢，也带有一个打点的，把林奕璇呢给送回来。球高起来了，阿浪掌握的不错。